我们要保住大门，每间屋子都不能放过，抓住叛逃者有赏。
在这里伸头探脑，要是被那些两个头的大家伙看见了，咱俩都得完蛋。我等遭劫难才落得如此下场，不得已背井离乡，原想跟随蜀神大人重整大业，可我看到他那手下仙风在翅，我枉糊涂啊，太可怕了，得逃出去才是。双头鼠乃我国中精锐，哼，明明是同僚，却还要自相残杀，拖在这里早晚饿死了，杀上去来个痛快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不要害我被发现，快走。手足相残之事我万不肯做。你帮我除去同僚，我也是时候该走了。我王执迷不悟，如此下去何谈复兴？去找到下落不明的三王子。三王子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他最恨老鼠，我们现在这副样子三王子认不出来。认不出来，我王凤鼠，三王子便心生不满，远走他乡。曾有国人游历四方，说在西天佛国见过他，可那西天佛国又在何处呢？我王凤鼠，三王子便心生不满，远走他乡。曾有国人游历四方。这个